没有考取相关的安全执照，我们才敢来这边表演给各位看，所以大家在家里面不要学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哎，一二三，我刚才讲第二件事情，第三件事情，请大家等一下，这很重要哦，注意听哦。第三件事情就是，如果看得喜欢的话，请不要吝啬大家的掌声，因为大家的掌声就是能够让我们继续跳下去的动力，甚至等一下表演者可能会越跳越精彩，越跳越精彩。怎么大舌头啊？对对对，好的，那各位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等一下有奖征答要准备要说出来了，那来练习一下，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抢答举手，可以吗？有听到的小朋友举手，让我知道一下吧。OK， 好，手放一下，来准备哦，一。二，喂，我还没说三呢，妹妹弟弟不要作弊哦。三，哎，弟弟你比较快，但是我刚才说先试一下，来，不要急，现在正式进行哦，现在正式来了。你想干嘛？为什么你后面亮亮的？没有哦，好，来正式来开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弟弟还是你最快。来，我问你，刚刚叔叔我讲了什么？哎，很好，不可以超过三角锥。来，我们的表演者帮我送上两颗气球，让小朋友二选一。哇塞，你这个大小有点差太多了，一个花花，一个狗狗。没关系，看弟弟想选哪一个。啊，那个弟弟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哦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只剩下一个问题了，比较严重的是有一个问题，来准备哦，也是要数到三哦，一，二有二分之一，三，哎，谁比较快？你觉得是哪个比较快？哇，来你们两个手放下，我们来两个来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，看谁赢，来准备哦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不会剪刀石头布哦。那好，那我们来抢快，来数到三举手，你们两位也是一样哦。数到三举手，一二三。哇，妹妹，我刚刚讲了什么？妹妹回我说，我问她说，那个妹妹，我刚才讲什么？她回我一二三举手。这样讲好像也是没错啦。我是说刚刚的安全事项，那个叔叔我讲了什么？爸爸，赶快支援一下，赶快支援一下！啊，回家不可以学哦，所以知道了哈、哦，回家不可以学哦，知不知道 ？OK， 好，那气球送给我们的妹妹，谢谢她。好的，那请各位朋友们来点掌声，谢谢刚刚的弟弟跟妹妹，非常完美的讲出了我们的答案。那我们的表演就要即将开始了，那如果准备好观赏接下来的演出的话，请大家来点热烈的掌声。欢迎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，谢谢。火舞开始。Tell me
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谢谢我们的喜多跟小。复活夜市。
让我们的这个表演能够表演的精彩，让大家可以看得安心，看得喜欢。如果愿意支持我们的话，欢迎在我们前方的圣杯里面投下您的支持以及鼓励，或是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来帮我们打卡安赞。在此全体同仁发条娃娃，在此谢谢各位，最爽的表演收看，谢谢各位，一切。